你说是你害了他，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看，就在这个老宅里，我跟你爸从小一起长大，从你爷爷的身上学了一套敲门溜索的江湖本事，我们俩就在社会上闯荡。那个时候年少无知啊，干了不少坏事。 我记得我们俩偷的第一样东西是睡莲，当时这副睡莲是在一个归国华侨手上，被藏在了他别墅的保险柜里。要打开这个保险柜，必须用两个人配合的点珠法，所以我们俩就去了。印象中，我小时候没见过你。我跟你父亲。 合作到了98年底，那个时候，他遇见了你母亲。他告诉我，他不想干了，他想过安稳日子。再后来，就有了你。哎，那期间，虽然知道彼此的消息，但是从来没见过面。 你是谁？丁生火，你的同行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你散货的那个下家，是我的老熟人。不紧张，我想和你来谈笔生意。 洛神，没错，就是这幅周仿的洛神。这幅画上周就运来了青城，将在青城博物馆里展览一个月。每天展览结束之后呢，会运回茶园金库进行保存。要是想在路上和博物馆里动手，几乎不可能，只能在金库上想办法。你想在茶园金库动手？不可能。 据我了解，茶园金库是每天至少10人以上的保安密度，这样的难度，你觉得我能搞定吗？放心，我会解决外围的安保。我需要你做的就是10分钟之内打开金库的3把锁。 诚意很足，可以放心开价。
丁生火找的不是你吗？怎么到最后跟他一块偷的是我父亲啊？当时我一直在研究啊，怎么样才能打开金库的大门。我研究来研究去，我觉得我做不到。想来想去，你父亲可以，我就把你父亲推荐给了丁生火。当时你父亲拒绝了与他合作的请求，我以为没事了，我就离开了青城。可是这个丁生火他没有放弃啊，他为了威逼你父亲，居然在你母亲身上下手。你说什么？中途出了岔子。今儿买了你们娘俩喜欢吃的菜，等着我给你们露一手。老婆呢？第一次来面生，怕你老婆看见我害怕，就让她在楼上休息了一会儿。放心，一点没伤着她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就是想表达一下和你合作的诚意。所以我母亲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去世的，而不是因为她生了病才。你当时在学校，所以你不知道。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妈妈可能还需要再检查一段时间，别着急啊，赶紧睡吧。那我乖乖等妈妈回来，不要骗我哦。我们等妈妈回来。患者是因为支气管痉挛引起并发症，导致心跳突然停止。我们已经努力抢救过了，但是很遗憾。你老婆已经这样了，不相信你儿子？祸不及家人，你敢不讲江湖规矩？什么年代了啊？谈什么江湖规矩？你之前要是老老实实的跟我合作，不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帮我弄到洛神，你拿上钱，和你儿子踏踏实实的过上下半辈子。你老婆的事儿呢，确实是个意外，我也不想搞成这样。这钱我给你加100万，为你儿子考虑考虑吧。由于我的无心之举，竟然酿成了大错。后来我就劝他带着你一走了之算了，他说不行，这帮人要偷洛神，洛神图上藏着秘密，这个秘密意义重大，而且跟庄家有关，不能被这些人得到啊。秘密？
什么秘密？耀白他没有细说，我也不好问。他只是说这帮人势力很大，逃到哪儿都不是个办法。我隐隐的觉得，他好像是预感到了什么。观众朋友们，2007年6月12号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洛神被擒，以及你爸爸开车坠江的消息。随即撞向路边的护栏，导致护栏破裂。该车也因为惯性的作用坠入江中。据悉，驾驶人为612洛神盗窃案的重点嫌疑人。洛神的案件发生以后，我吓坏了，我什么都不敢干。我想过要把你带走，没想到警察来了，我不敢暴露身份，只能暗中盯着你，怕那些人对你不利。后来你被安排到福利院，看到你一切平安，我就放心了。后来我金盆洗手，躲了起来。几年之后呢，等这个案子渐渐的平息了，我才敢出来。这不，5年前我就租下了你们家这个老宅，开了这个店，直到今天你找到了我。按照你的说法，洛神应该是跟我父亲一块儿掉入江里面毁掉了。可是今天我在那个走私集团里面听到，洛神再次出现了，而且有一个叫先生的人一心想要得到这幅画。你说什么？先生？先生，你认识他？哎呦，12年了，我一直在调查这个事情，我发现丁生火背后的确隐藏着一个犯罪集团，他们的头听说就叫先生。这个先生很厉害啊，我调查了这么久才从道上零星的打听到了他的一些传闻。这个人呢，年轻的时候犯过事儿，伤了一条腿，直到今天还拄着拐棍。至于他长什么样子，有多大岁数，我一概不知，因为这个先生从来不露真身的，他只是通过网络操纵那些手底下的人去犯罪。所以当年那个案子是先生策划的。我猜丁生火偷洛神一定是他指使的，包括您母亲的去世也是他有意为之。他就是想告诉你父亲，他们这帮人都是些亡命徒，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。这样想，我以前调查的情况就都对上了。什么情况？大概在半年前，我认识的一个鉴定高手，他悄悄地告诉我，他接触过洛神。那个鉴定师叫长乐，他表面上是古玩店的老板，实际上是黑市里鉴定字画的高手。啊，我告诉你这件事儿，已经是冲着咱们几十年的交情了。不过这个我懂啊，兄弟啊，这可是块烫手的山芋，盯着他的人很多，我劝你啊，别掺和。过几天我得到消息，长乐死了，是醉酒溺水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有严重的肝病啊，滴酒不沾呐。一定是有人也从他那儿得到了消息，然后杀人灭口。我想这事儿，要么
是红姐干的？啊，要么就是先生干的。可是那幅画，它有可能是真的吗？你等等，有几种可能。第一种，那幅洛神就是个赝品，是长乐看走眼了。不过凭他这么多年在江湖上的本事，要是说他看走了眼，这可能性不大。第二种，那幅画确确实实是你父亲偷来的真迹，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先生并没有得到手，而是落在别人手上了，所以先生又重新盯上了这幅画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可能性太小了，算了，不说了。不，你得说，我需要知道所有的可能性。文姐，我只是个猜测。我在想，你父亲会不会没死啊？那洛神依然在他手上啊。这十二年来，我一直在猜测，你父亲会不会没死啊？可是，我不相信一个父亲会这么狠心呢。十二年来，居然不想见他的。当时车辆冲破了公路围栏，掉入了江中。之后我们把这辆车打捞起来的时候，车上的挡风玻璃全都碎了，车辆整体进水，但车内并没有发现你的父亲。他的尸体之所以找不到，很有可能是因为水流太急了，早就不知道被冲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这次案件的侦破呀，离不开二位的精诚合作。苏勇同志，我们得感谢省厅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啊。没错。哪里，也是因为您全力支持我们工作，才有了这样的成果。哎呦，我。当然了，这次行动也离不开罗队长的理解和配合。谢谢。您别那么讲。我其实主要关心他这个日程方面的。对了，赵局，我正要跟您汇报呢，我暂时不走了。定了。是这样啊，赵局，红姐这帮文物走私犯的案子虽然查明白了，但是他们背后有一个更为隐蔽的犯罪团伙在操纵这一切。丁生火、李淑婷、李安福这几起案子绝对不是孤立的，能够调动这么多人连续犯下多起恶性案件，说明对方的能量不小啊。我已经将案情上报给了省厅，领导们高度重视，特批我在青城市留住工作，继续侦破案件。罗队，哎，咱们可以继续合作了。好，高兴吗？好事儿。好事儿啊。苏英同志留下，那是大好事。我看你们俩在一起搭档是越来越默契了。赵局啊，那我们接下来还得分析案情，就不影响您工作了。好，忙，你们忙啊。好啊。哎，罗健，到，你回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说。怎么样，
进展的如何呀？您不看见了吗？红姐的事儿，他领了，现在先生的事儿他也要插手了，这就进展。我是问你们俩的事儿进展的如何了？我们从同学到战友，再到现在上下级关系，情比金坚。装就给我装是吧？装什么了？送枕头的事儿我早就听说了，你怎么那么八卦呀？现在我还听说你们原来一个警校的啊？你看，年龄差不多，这个形象也般配。他有不好看吗？你是不是从小没照过镜子？太伤人了吧！我还听说在警校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就追求过你？我觉得呀，你们不应该只做市局的局长，你应该再兼一个民政局。哎，这个臭小子！接下来，我们开始这次刑侦专案的会议。今天呢？根据红姐和李安福提供的口供，我们可以得出还有一个犯罪组织存在，这个组织的首脑代号是先生。廖双，讲一下目前搜集到的这个先生的信息特征。好。先生这个身份呢，最早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0年前。这个人很神秘，他每次呢都是通过网络来联系手下的组织成员来从事犯罪活动，就算是网上视频，他也会刻意的改变自己的声音，遮挡住自己的面容。不过从我们掌握的这些信息来看呢，这个先生很有可能是一名男性，身高在1米75，左腿微跛，习惯戴手套，用一只黑色的拐杖。这是目前掌握到的信息。据李安福交代，他和李淑婷都是先生的徒弟。在月神案的时候，我就怀疑李淑婷把月神之泪放到水池里，应该是给他捅火的。现在想来，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先生啊。大志，之前月神失窃案接触过水池的人，你们排查了没有？排查完了。嗯，那天经过水池的一共是146人，主要是酒店客人、展厅工作人员，剩下还有14人，无法确认身份。小易，哎，罗队，您说。大厅的录像准备好了吗？啊，从大厅到现场周边以及外部环境的所有监控，我都保留下来了。投屏，给大家伙看一下。现在这个是大厅的监控。来，下一个。再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再下一个。再下一个。停！右上角这个，放大。这个人有问题，继续监控他，看看他去哪儿了。哎，你怎么还叹上气了？怎么了？你是高兴了，手机找回来了。可是我呢，我这小唐再也没有联系我了。我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都没通，他肯定是把我拉黑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你说他是不是嫌我给他搭配的电脑方案不够好啊？哎，您好，我是那个建设东路326号的房主，对，我叫张文杰。啊，身份证后六位，210315。我想跟您确认一下我那个房子的租户信息。啊，5年前，是一个钟表店，对吧？好的，谢谢。你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？啊？罗警官来找了我跟胖子，还专门问了一下你的情况。哦，他就是之前想拉我去公安局工作，估计做背调了。啊？不是吧，兄弟，你以后还真打算去做刑侦工作呀？那咱俩以后来往可不要这么密切。
对了，文杰，你下周五有空吗？啊，怎么了？这不马上就要中秋了吗？咱们商量一下，一起过节呗。嗯，是啊。哎，要不咱哥俩去参加联谊会得了？没有了小谭儿，说不定我还能遇到下一个小甜呀。你瞎说什么呢？他不需要啊。他怎么就不需要了？行，那个你们计划着吧。我现在突然有点事儿，我先去趟图书馆啊。好，是这样，罗队，我把所有有关这个人我们能够找到的画面全都分析了一遍。首先可以肯定，这个人是在刻意躲避所有的监控，而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出，他最后的出走方向肯定是朝商业街方向走了，而那里的人流量密度大，人员复杂，我们想要继续追踪的话，恐怕很有难度。这疙瘩线索又多。确实很奇怪，确实挺奇怪。你怎么办？这个人在水池边停留了两次，如果他就是这个先生，完全有时间把月神之泪带走，他为什么没这么干？双到，联系一下温元正，告诉他，月神之泪还得再拿来一趟。小川，这边坐。难得遇到你这么有灵性的孩子啊！我再强调一下啊，你要是哪一天不搞法律了，欢迎你来我这里啊。方老，您过奖了。嗯，我呢就是全凭兴趣。嗯，今天过来呢，主要是想跟您请教一下洛神图。啊，好啊，就在这儿，来来来。啊。哎呀，洛神图，唐代大画家周昉所绘。是绢本设色，以长卷形式，表现了洛神出水的盛况，同时呢，也展现了周围百姓的烦恼生活，实属难得的佳品啊。哎，不过你现在看到的这幅啊，是根据以前拍摄的照片还原的现代的仿制品，那幅原作啊，12年前被人给偷了。要说起这幅画，也算是命运多舛。民国时期啊，它是南迁的文物。这些文物啊，有的呢就已经遗失了，有的呢艰难辗转保留了下来。洛神图就是其中的一件。当年护送这批文物的人，几乎都牺牲了，这批文物呢也都给毁了。唯一的幸存者呢，也只保下了这件洛神图，交给了国家。你说当年战火纷飞都保下来了，可是几十年之后竟然毁在了一个贼的手里，你说可惜不可惜？哎，恐怕只有当年案件的当事人才能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哎，这丁生我没法问呢。更何况他根本就不会对我说实话。之前那几起案子我也感觉到了，丁生我、偷月神之类那个女人，还有李安福，他们不过就是棋子罢了，背后一定有一个人在操纵着他们。现在看来，那个人就是先生。所有的真相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。罗队，您看。这项链没什么不对啊。你等会儿。往上，停。啊，这是一个啥？
记得我们俩偷的第一样东西是睡莲。当时这副睡莲是在一个归国华侨手上，被藏在了他别墅的保险柜里。老师，这数字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到底代表了什么。那您觉得会不会跟他的历史有关？这个月神之泪啊，本来是南迁文物，据说是在战乱中一个日本兵从死人堆里扒拉出来的，之后就再也没有下落了。最近呢，才在苏富比拍卖中出现的。因为形似西方传说中月神的眼泪，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。从材质和技法上来看，镶嵌月神之泪的衬托，至少是明代以前的作品。这上面出现现代阿拉伯数字，确实有些奇怪。也就是说，这些数字都是最近几年刻上去的？不，这些数字的形成年头更早一些，而且啊，不是刻上去的。你们看，貌似像雕刻的痕迹，其实我看着更像是民国时期的老匠人用的一种技法。这种技法既可长久保存，又不会破坏文物。可惜呀，现在失传了。既不伤文物，又要传递信息，而且还专门留在项链背面的衬托上，那我就更不明白了。先生要一串民国留下来的数字，为什么呢？那个鉴定师叫长乐，他表面上是古玩店的老板，实际上是黑市里鉴定字画的高手。长乐死了，是醉酒溺水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他有严重的肝病啊，滴酒不沾呐。哎呀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告诉你了，不要再来找我。我需要跟您谈谈。哎呀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找到先生。我已经跟你说了，那样很危险。我现在就不危险了吗？丁生火、李安福，还有红姐那帮走私犯，都已经接二连三的找上我了。我爸生死不明，而且我妈也是他们害死的。你冷静一下。是树不好，没本事，没有保护好你。可是你不想一想，我明明知道那是个悬崖，我不能让你生生地往下跳吧。与其一味地逃避退缩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就算是万丈悬崖，我也愿意跳。你说你想怎么查？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李安福的整个计划，从一开始他的目标就不是王雪，而是我。他只是借王雪的死来引我入局，然后就让我们警方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红姐这个走私集团的身上。实际上他是借刀杀人，因为红姐也想要得到洛神，所以先生就故意把她暴露给警方，来铲除自己的竞争对手。不过现在这条线索已经断了，我们只知道先生要拿到洛神，但是洛神在哪，先生要怎么做，
我们一概不知。那月神之泪呢？有没有什么可查的线索呀？月神之泪现在在我们的手上，我估计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月神之泪背后的这串数字，但是这串数字到底代表什么，其实我们自己还不清楚。那线索不是又断了吗？不，还有一个人，丁生火。这个人是串联起整个案件的关键人物。我推测，他不光知道月神之泪，还知道拿掌纹和红魔的事儿，所以他非常有可能知道先生的整个计划。不要忘了，他在第一个案子里做过什么？他先是用睡莲拉庄文杰入局，然后又去了廖德同的金库。你说丁生火，这丁生火可是个老油条，完全都不配合我们的调查的，想撬开他的嘴，太难了。没关系。我们只要反推他的行动，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信息。我亲眼目睹了丁生火偷取廖德同电脑里的资料。如果这个是先生计划里的一环，那么这个资料将十分重要。我们需要接触到廖德同，查清楚这个资料到底是什么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可能知道先生下一步的行动。顺藤摸瓜，找到先生，查清我父亲死亡的真相。所以，同志们，盯紧廖德同，一定要把他嘴里的实话撬出来。我将背负所有一切谜底和上演，那些一语不发的人依旧难逃一劫，躲藏不进旧日的船，避不开谎言，如何悬光被折射的光，是非曲折欲盖弥彰，黑白灰分不得世界，万物扮作正中间，徒留下一束束端倪，生生不息后湮灭，徘徊不见的分隔线，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，不告而别的人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，黑白灰分不得世界，万物扮作正中间，徒留下一束束端倪，生生不息后湮灭，间的分隔线，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，不告而别的人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，光坠的停止不前，刺入寸肝的气定钟摆地垂，指向灰暗的空间，从未怀疑世界善恶的别